位于泰国的乌泰他尼府有一座通明镜寺，因为寺院内外都是以镜面玻璃为庄严，闪耀着炫目的光芒，因此又称为水晶宫殿。通明镜寺历史久远，目前规模主要是由1789年一位龙坡雅尊者所建立，一直到1968年一位汝锡尊者在禅定中见到晶莹的净土，便依定中所见，将寺庙内外皆以镜面玻璃和水晶作为庄严。当汝锡尊者于1993年圆寂后成为肉身菩萨，在大殿一侧的水晶棺木中即为汝锡尊者全身舍利。那边还有佛像啊，快往到那边拜。正对面则是一座佛陀金色身。晶莹的镜面互相含射，光光相映，整个大殿充满了无尽的光亮，各种形形色色也隐现其中，一如十方法界中诸佛的大慈悲与大智慧的力量，及诸佛国土的无量光明庄严，摄受了所有的众生。世间所有人的善念善行也会照亮每一个人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尽可能地培养实践善念善行，让世界被慈悲智慧的光芒所照耀。世界最高的龙布托尊者像建造于泰国大城府，法像高51公尺，由龙布托尊者的弟子构地兴建，除了纪念尊者，也祈愿更多生命在尊者的护念中身行正业皆如意。在海涛法师带领下，大家来到清净庄严的龙布托尊者寺院，并在龙布托尊者像前点灯供花。
隆布托尊者出生于1582年，一生帮助各地平息危险和疾疫，因此尊者的慈悲事迹常被民众广为流传。一心顶礼，隆布托尊者。好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可以坐一下，也来复习一下故事。每一个泰国人都认识而且尊敬这一位尊者，所以每一个开车的人身上都会带他的圣像。因为泰国好像有个风俗，如果一个人开车车祸撞死了，一定他身上没有带隆布托尊者的圣像啊，所以几乎每个都会带。然后各位可以看出来，他们用白线从隆布托的手上牵过来啊，牵到大殿，代表因为每一次他们在礼拜求隆布托尊者，就会观赏他手上有一个水晶球，由这个水晶球发光一样来消除众生的生病啊，改变命运啊。那导游先生一定有说到，然后隆布托尊者在出生的时候，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面啊，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去耕田，把他放在树下一个吊床那边让他睡觉，结果有一只大蟒蛇居然来啃着这个小朋友，然后大家都很怕，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他爸爸妈妈还有一点信仰，他说我们啊，我儿子一定是个好小孩，动物不会伤害他。结果这一只大蟒蛇就吐了一个水晶球在小孩子的身上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小孩子不是一般的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有人生病啊或是什么事啊，只要来求这个小孩子，那水晶球给他观想碰一下啊，生病就好了。后来这个隆布托尊者就出家了啊，然后他出家以后也经常打坐，从这个水晶球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过去未来或别人的事情啊。然后有一次比较特殊的是，有一次他坐一艘船出去啊，那时候船上大家都没有水喝啊，因为这个船啊迷航了，然后上面都没有水，只有海水。但是隆布托他下了船，踏在水面上，一踏下去，整个海水变成淡水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，哇，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。这个事情连皇帝都知道。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大乘皇朝你现在300多年，斯里兰卡经常来打仗，要攻打泰国。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是直接战争啊，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国王带了7个阿罗汉来，然后带了7个阿罗汉也，因为斯里兰卡跟泰国都是被巴利文的。那个时候斯里兰卡的国王就问了，现在这谜里面每一颗谜都代表一个巴利文经典的字，但是呢这里面少了7个字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如果你们知道哪7个字巴利文经典没有的，你们找得出来，那就代表你们泰国有圣僧，我们就不打仗啊。但是这7个斯里兰卡阿罗汉知道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啊，没有人知道，然后给他们期限7天呢、啊。如果7天之内能够找出是哪巴利文哪7个字经典里面啊，那我们就不打仗。结果那个时候7天到了，大家很紧张。到了第7天，隆布托尊者就出现了啊。他出现以后，以他的神通就讲出了哪7个字。结果那个时候7个阿罗汉都很赞叹，所以就是这样救了泰国。所以那个时候隆布托就成为国师一样啊，所以大家很尊敬他。所以虽然离开这么久了，300多年，但是他们有很多感应。只要你很虔诚的，他也有一个短短的咒语，如果你不会念，你就这样观想祈求，一心祈求隆布托尊者，包括观想手上那一颗啊水晶球放光啊，消除病苦啊，满愿。我代表生命电视台
供养3000块美金呢，造佛像，造大佛像功德，那其他的各位就拿帽子随喜啊。好，这边3000块美金。谢谢菩萨。那他会选到这个地方，他说他可能是因为有这个神力呀、指引他来盖这个，在这个地方盖。那他是因为有跟这个龙普陀有许过愿的，他有这个责任呢，应该讲责任来盖这个寺庙。大家可以祈愿啊，龙普陀尊者像观音菩萨一样非常敏感，不管你什么事情。泰国之旅，一路身行菩提结善缘，行持正法精进行，一切善愿圣福皆得成就。讲给大家，我们现在先念甘露施食仪轨，也顺便要把这个放生的功德回向过去往生的，包括我们的祖先，包括战争死亡的，包括水里面往生的。因为经典说放生是第一有力功德，就算有众生堕落地狱，以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他都能够离苦。所以我们边念，然后呢就大家边点香。在曼谷西北122公里的北壁府，一座横跨桂河的大桥投射了二战期间的一段历史。中国人都这边死了很多国家的，你到阿曼本了呀？日本、中国，以前这个就生命线。英国。桂河大桥建于1942年，建造过程因传染病、战争轰炸的波及，牺牲了无数珍贵的生命，因此又有死亡铁路之称。普昭情，来三宝加持，众等虔诚。泰国慈悲之旅到达桂河大桥旁，师父带领大众修持甘露施食，放生水族。战争死亡者，所有被屠杀吃掉动物，被捕之鱼，堕胎胎儿，男女孤魂，自杀亡魂，皆得来临法会。好，今天9月19，观音菩萨出家日，特别的加持，所以我们这样绕一下，你要想着你的祖先哦。祖先堕胎胎儿往生的亲戚朋友，来，那么波波地缺地多地当他也多也，那么波波地。黄昏夕照，璎珞在河中，闪动着波光的流水，潺潺流泻。观世音菩萨慈眸观视着流逝的岁月。大家把香传一传，要插在河边，来。Om Mani Padme Hum。 还要香插在河边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念大悲咒，然后大家就学观音菩萨慈悲，就边放声来。Oh,
萨多罗耶摩诃迦摩尼迦观萨多罗耶摩诃迦摩尼迦。现在每个人发一张这个咒轮，要给它放在水里面，它沉下去，然后以后里面的海鲜水产，它只要经过，至少都可以解脱，将来不堕落三恶道。然后还要放龙王宝瓶，一心齐齐，一心齐齐，龙王菩萨，龙王菩萨加持宝瓶，加持宝瓶，宝瓶入水，宝瓶入水，众生离苦，众生离苦。一切平安，欧玛利本来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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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生功德殊胜行，放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无边圣福皆回向，不愿受苦诸众生，不愿受苦。速往无量光佛刹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当萨当那嘎扎弥，当曼萨的那嘎扎弥。北壁观音福寿宫位于桂河大桥旁，在观音菩萨成道纪念日这天，师父带来观世音菩萨慈悲传承的施食法门。现在要来甘露施食，就是说要把我们的食物都变成甘露的意思。什么叫甘露呢？天上的神在吃的就叫甘露，如果吃的这个甘露，所有的病啊都不见了，吃了这个甘露，鬼就可以升天的意思。所以只要一杯水，那里面有七颗米，你就可以制造甘露给所有天下的恶鬼道。所以佛经说，如果你家里有人生病很重，就像癌症，你只要连续做两个礼拜不施甘露，他的病就可以好起来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业障很重很痛苦，你连续做七天甘露施食，那你的业障就可以减低。如果你觉得有人在害你，你只要每天早上起来做甘露施食，你做完以后就回向给那个要害你的人，那那个人就害不了你。就像你布施给那些流浪狗，然后流浪狗就对你忠心耿耿。所以佛说，经常布施甘露给鬼的人，家里不会遭小偷，也没有敌人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你希望健康，希望长寿，希望发财，希望没有敌人，要经常这样布施食物。一般我们都以为布施食物就是给供养佛供养出家人而已，还不够。那各位要把布施食物给河边的，给看不见的鬼，这才叫慈悲。再来要布施甘露水，第一次供养佛菩萨，然后六次就是六道的众生。那各位以后也养成习惯，如果你要喝水，一拿起来哦，就念供养佛，要先这样念。然后呢，要喝之前呢、啊，最好又点点外面给孤魂野鬼喝，变成习惯。
南无陀罗波罗三藐耶陀耶夏毗尼。大众追随圣者菩萨们的步伐，修持甘露施食、药供，为众生疗伤止饥。那特别各位在河边，你在念这个咒或是念嗡阿后，你要观察所有的河水就变甘露水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喝了。那各位平常也可以烧小小的，比这个小都没关系，点一点香，加药粉加药，然后观想这个药布施给所有看不见的生病的众生，这也是你消病苦很快的方法。灯油已满进法界，圣妙菩提心灯蕊。你点灯有一个很伟大的慈悲的动机，那你就功德越大。所以等一下各位要把灯观想成世界，灯油变成大的海，然后灯柱变成最高的山，要这样观想。然后我们会念咒，然后一个灯就会变成百千万亿个灯，而且还要观想这个灯到了最深的地狱、恶鬼道、最高的天，都有这个灯的光。所以一盏灯就变成百千万亿灯，供养所有的佛，也帮助所有的众生。所以各位看到晚上点灯，这个亮比黄金还漂亮。我们佛教讲慈悲心，讲菩提心，就是这个颜色的样子。菩提心灯，菩提心灯，大慈悲为由，大慈悲为由，愿众生皆得点亮菩提心灯，得诸善法，光明清净。愿将滴滴清凉甘露，无尽妙药普施幽冥，令恒河沙数恶鬼有情，皆得饱满自在，愿意满足，解脱于大乐界。护持推广生命台，宣扬佛陀正知见，长养慈悲与智慧，累积福德成佛道。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护持者，大家好！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你就是在护持生命电视台，你就让佛陀的正法、慈悲与智慧传播到你家，传播到你的心里面，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，所以。生命电视台就是希望告诉大家，佛陀说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，都有佛性，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。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，我们办法会，我们放生，我们弘扬佛法，我们印经，我们到学校到监狱，目的就要告诉每一个生命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未来佛，你就是我的妈妈关心的对象。所以愿大家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，就是你的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浴佛节，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恭送浴佛功德经，礼拜金刚宝忏。恭请湛山法师领众，日期5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电话0722123233，0722123233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慈悲置业邀请您欢喜当义工。
从事公益行善的利他活动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，因为助人可以提升正面的心情快乐指数。从事志工活动、关怀老弱、身障等服务，对于身心状况能有正面帮助。除了结交朋友、广结善缘之外，更有累积福报、自利利他的深远意义。义工报名请洽 email lifetv.net@msa-net.net， 服务电话03989-9319 03989-9319，或透过 Facebook 私讯我们。在《华严经》贤首品中，贤首菩萨应文殊菩萨之请，为广大众生讲说由信乐而生的种种修行次第。其中说道：菩萨行者，若能普发大士心，度脱欲海诸群生，则能越度四瀑流，世岛无忧解脱尘。其中瀑流是指烦恼，因烦恼如洪水，能使善品流失，所以又称瀑流。烦恼瀑流的种类繁多，经典中将其总设为四瀑流：欲瀑流、五欲烦恼、犹若瀑流、飘溺有情、入生死海、古墨流转、难有出奇。色声香味触五欲的冲击，使得众生沉溺在贪嗔痴的浊流中。有瀑流，众生飘荡于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三有轮回中，如陷漩涡瀑流中不知出离。见瀑流，邪见、错误的看法或想法，如洪流般时时操纵生命的方向。无明瀑流是指缺乏智慧与觉照的情况下所爆发的冲击力量，可说是烦恼瀑流的源头。大毗婆萨论中说：世间诸瀑流，正念能防护；世间滚滚浊流，充实着善好的心性，使身心不得极静；随波逐流，盲目造恶。面对境界与内心相互冲击的洪流，经典教导我们应以正念作为防护，如同提防防卫般，不仅念念觉照不造恶，且发心菩萨更以慈悲智光带领众生越度四瀑流，到达常极清净的佛地。佛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，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